多謝各位網友的支持，我是有入去看你們的評語的，對於你們的支持真的是精神的食糧，我真的衷心衷心地多謝你們，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一屋老友記。其實他們推舉我做事後，我真的真心是很感動和很開心，其實這件事遠比真真正正得到一個獎項來得更加開心咯，我說真的這件事。之後有什麼精彩劇情就厲害了、之前網友是因為葉捧我和徐榮鬧交，就引申了他們家裡一些問題，就可以發洩到有一些同感嘛。那之後呢，我的奶奶就會出現了，我奶奶就是盧婉欣。究竟盧婉欣對我這個新抱有什麼不滿，以及發生什麼事，她怎樣蝦我呢？你們記住留意，你會大快人心。我記得咧，Bobby 同羅蘭姐同阿修哥話過咧，如果係平均收視率32咧，佢哋係會著泳衣嘅。羅蘭姐都著泳衣喎，你哋唔係唔睇啊嘛？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一個可以當年今日咯，第日可以寫入去大結局。我希望趕翻嚟同大家再一齊睇呢個大結局咯。係啊，你們努力啊，我陪唔到你哋啦，我最多影張相俾你哋啊，三點式嘅 ，OK。